原标题金巧巧自称气质洋气，适合演公主演农村人，费劲被指矫情。巩俐了解下，金巧巧自称气质洋气，适合演公主演农村人，费劲被指矫情。巩俐了解下文，树悠悠玄云说到金巧巧，如今很多人已经开始用阔太形容她，说是演员，但是观众对了她记忆也停留在很久之前。不过说真的，如今的金巧巧已经某电影公司的老板娘，娱乐圈的影响力已经不再是演戏，每每在上大型活动现场都能看到她和娱乐圈顶级的明星走在一起，就能知道她在演娱乐圈的地位了。近日有网友找出了一段金巧巧参加访谈节目的片段，在节目中金巧巧称自己的戏路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以不能和她自称演公主的话是可以的，因为气质接近，但是让她演农村人的话就很费劲，因为气质不太像自己，太洋气了。不过金巧巧的这些话却遭到网友的反驳，甚至是嘲讽。有网友直言演技差，就是演技差还要说的这么矫情。更有人觉得金巧巧可能是对洋气和农村人有误解，因为时下有些农村人已经不比城里人差，更何况金巧巧说的洋气可能是想说气质时尚。但是就金巧巧在气质来说，有人也说了巩俐、章子怡哪个不比她看着洋气，但是章子怡和巩俐都要过农村人，特别是巩俐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可以说是演什么像什么。巩俐演过不止一次的农村人，而且还演过皇后，要不怎么能在娱乐圈称霸，怎么能被称为巩皇。本身对演员来说，能塑造任何类型的角色才能叫好演员，而且不是只局限于某一类角色，真要是只能局限于某一类角色，只能说演技不到位，可能外形上也够呛。比如有人也说让王宝强严格时尚剧类的霸道总裁可能也真不像，那也是因为王宝强的外表特殊，金巧巧显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自己其中足够洋气，不适应农村人。不知道金巧巧看到巩俐的农村人形象有何感想。巩俐演的秋菊打官司，从造型到说话方式，当时都被指演戏时，围观的农民都没看出来这样的演技，怕金巧巧也达不到的吧。别说巩俐，娱乐圈不少演技型的女明星都演过农民，包括赵薇、范冰冰等等，演绎的村妇形象都很深入人心。不过如今的金巧巧其实也不用像一般演员那么辛苦，已经两个孩子的金巧巧只需要做好她的老板娘就好，演戏还是交给别人吧。看来金巧巧对网友的议论也没那么在意，中午在网上发文称正在海南度假，太阳一早起床，朋友发来截图，一不小心上了热搜，感谢大家关心，我会在做一个好演员的路上继续努力。这些应该也是客套吧，如今就算是演员们挣很多，但是拍戏也是件苦差事，特别是一些反季节的戏码，对演员的身体素质都是种很大的考验。金巧巧在网上分享的地址也显示是三亚，如今三亚可以说是北方有钱人过冬模式，独家的金巧巧可以享受三亚的冬天，但是拍戏肯定没这么幸福，如今还是有北方的剧组在寒风刺骨的冬天拍夏天的戏，没准到了夏天还要拍冬天的戏。如此想像候鸟一样春夏秋冬到到合适的地方度假，也不是件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。如今可以不用演戏的金巧巧比太多的演员们过得要幸福，更何况好像也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局限性，根本就不用在演技上努力。